欢迎大家准时收看蒙牛早餐奶百分早餐健康型特别节目。这个早餐呢是特别重要，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那么今天两位热心观众又该给大家献上一道非常精美的早餐。由蒙牛早餐奶独家赞助播出的百分早餐健康型特别节目正在寻找全国最会做早餐的人，今天来到了遵义，热心观众周平制作的早餐营养健康又美观大方，受到了现场热心观众和专家组的好评。这几天表现出色的笑笑今天还会有什么样的早餐推出呢？我们将评判权交给天天饮食大师组高级营养师吴美云、天天饮食厨艺顾问李铁刚、高级烹饪技师王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重体力劳动者。周平阿姨的三星炒河粉用到了河粉、五花肉、牛肉片、芹菜、西红柿、盐、料酒、老抽。那么现在我首先是，腌把那个肉啊腌制一下，对，哦，用生抽来腌肉。要点点，给它点颜色。对，这个是淀粉，对，一点盐。对。这个一点料酒，一点料酒，还加点生油。为什么搭配三种肉？是这样子的，因为重体力劳动活了嘛，这个牛肉的话呢，等于它的热量是很大的。对。完那个鸡肉的含有不饱和那个脂肪酸。对。那五花肉的话呢，它含有那个高脂肪，这样子呢，重体力劳动者呢吃了以后呢，他就不会感到肚子饿的这么快。放多少油呢？放好了。行，得了，这样就关小火了。现在关小火。对了，就倒米粉下去。好。就要快调来拌。来。快调拌，这个锅铲容易把那个米粉发搞碎呢。关小火。关小火。关火去了。放那个生抽。好。生抽。找找颜色啊。对。我们这就这个米粉呢，像我们在这个头天啊，可以给它发泡一下。发泡以后，这样呢就比较好熟了。对。好。好，就开火，开点火。那就要了。好，我们现在给它分层次给它炒。什么叫分层次炒呢？就这个熟了以后，我们先给它盛出来啊。对。放点点水。放点点水。对。放五花肉，放一点点水，然后一焖，这样的话让把那水搞干，给它出油。对，放点油，帮我放点油。哦，放点油。导演，来，我们就放配料来爆炒了。好，爆炒。对了，炝锅。对，炝锅。稍微收收火吧。对，来放鸡肉。好。再放牛肉。对，放牛肉。放芹菜。芹菜。对。对，没错。不要给它炒蔫了，这菜啊。对，这样子。放西红柿。番茄。对，放点生抽。这个我觉得差不多了。对，好了，关火了。关火。点一点味精。对了，就倒在上面就得了。这三鲜炒河粉啊，很清淡啊。对，清淡。闻起来呢，味道很厚重啊，吃在肚子里面。很有力的，谢谢周阿姨，谢谢啊！再配上水果，对，水果还有牛奶，还有我们的早餐奶，这样子那个重体力劳动活都没关系了，但是好，半天时间，待会儿我把它吃了，到您家给扛活去。笑笑的五谷杂粮饭团的用料有大米、糯米、小米、萝卜干、花生、核桃和肉松。然后呢，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小菜，秘制啊，对，这里面是萝卜干、花生、核桃。还有肉松，这个饭呢就是头天蒸好的，比例是这样的，大米呢是六杯，然后呢糯米一杯，这个一杯，小黄米一杯，然后是青小米一杯，但是我这里的红小米呢就比较少，只用了那个一半，点缀一下，对，点缀，因为如果太红了就变成红米了，对了，不过呢也根据个人口味，你喜欢红一点，但是还是以大米为主，对，但有一点，糯米不要太多了，太多了太黏了。对。黏了以后就会感觉好像没有嚼头了。其实呢，饭团呢，其实你喜欢什么形状就包什么形状。但是我呢喜欢做成三角形。好。有点那个。
仿制粽子一样。对，一般呢我是这样的，刚才用的那个量呢也是用这个小小勺子。对，要不要盖点水或者油？不用，不用的啊。然后呢，对，模具取一瓢羹，然后压一压，然后把那个菜呢装进去放中间。我觉得劳动者人他体力消耗非常大，对，他需要吃的略微咸一点，口味重一点。然后呢你把它捏紧，因为核桃花生这些都是很香的，不光是香，因为劳动者他那个汗流的多，对，然后呢他那个维生素 B 特别容易缺啊，而且呢还要补充那个体力，还要消除那个他的一个疲劳。好，喝着聊的已经形成三角形了。 对，三角形。好，就这样拍拍打打啊，稍微整一下。好，好，然后呢我们取一张海苔。海苔，好，好，放到这里。好，好，这一个饭团就做好了。好，其实呢我知道这个相声的意思，就是说有些饭团呢可以当零食，对，是的，而也可以带便当。对，这个它重体了，对，因为出汗比较多，而且时间又紧张，对，中午的时候赶紧吃，对，两个小盹儿，对，是吧，这样再给他带上一个牛角早餐奶，这样又方便又经济实惠。很不错，谢谢。这两道营养早餐大师组的评价如何呢？那么做重体力劳动者呢，他的这个体力的消耗特别大，也就是说劳动强度非常大，所以呢这类人群他每天需要的能量就高，那么尤其是早餐，那么我们一定要给他提供更充足的营养。先说阿姨做的这个炒河粉，炒得非常好，您的这个配合呢是非常好的。重体力劳动者的支柱是什么？是营养，二位的早餐呢，充分的体现到了这点。希望通过二位的早餐，能够开拓我们观众的思路，给家中的重体力劳动者做出丰富多彩的早餐。我们听听专家啊，对这个来自杭州的笑笑的支持度啊，请亮牌。下次对你们鞠躬啊。当然了，周阿姨做的也不错啊，很这个家常啊，也很容易上手。总而言之，我们也是抛砖引玉，也可能电视机前的大爷大妈做的比咱们还要好啊。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你行我行大家行，蒙牛百分早餐健康行，这是最重要的啊。明天不见不散，再见。如何将食物中的钙元素巧妙运用，制作出有着补钙作用的早餐呢？同样是来自江南，两位巧厨娘会带来什么样的美味早餐呢？笑笑还能继续闯关成功吗？